活下去是我脑中唯一的念头。你疯了，自己可过得安稳一点吗？在到达极限时，你会听见自己的声音。干嘛把自己逼到这样的绝境？我告诉自己，撑下去。我们征服的不是大自然，而是自己内心的怀疑和恐惧。原来1000万是酒商投资的，哦，未满20岁不要喝酒啊。OK， 18岁。